让鞋子去将就你的脚，而不是你的脚去将就那双鞋子。那所以我们就是以设计出这一种比较软的鞋面，然后去包覆你的，轻微的包覆你的脚，让你的脚不会臭，也比较不容易变形这样子。一体成型，轻盈舒适，不粘脚，这些可都是目前市场上最夯的纺织鞋特色。身为全球唯三拥有这项先进技术的厂商，却不以代工自满，反而善用过去从事纺织机械的丰富经验，开创自由品牌，婉转设计。成立不到两年，就在成品以及各大通路之中迅速扩展店面，以融合时尚与自由休闲风格的品牌精神，成功打造出 MIT 台湾制造，具有辨识度极高的年轻潮流品牌。每个品牌都要有一个自己 的精神在，一个品牌元素在，不然的话可能在市场上大家都认为你跟别人一样，你可能生存不久。那我们的基本元素就是我们一定是做编织鞋，我们没有使用皮，我们没有使用合成皮，我们也没有使用其他的塑料的东西，我们完完全就是以编织一体成型去完成这双鞋子。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想要做一双最接近袜子的鞋子，但怎样接近袜子呢？那当然是取决于楦头，因为楦头其实是一双鞋子的灵魂所在。那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布料可以尽量去贴这个楦头，因为一般很多皮件啊什么的，他们还是没办法完全的贴楦。可是我们这种 3D 编织法，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鞋子、我们的布面完全去贴这个楦头，这样它的精神、这个品牌的精神跟这个设计的精神才会凸显出来。让编织布以及针织布这些以往只出现在时尚伸展台的常客，跨足领域到鞋面主体之上，除了有减少耗材的环保诉求之外，也因为鞋面的内外没有混合过多的累赘，使得产品本身能更为轻盈，更加的贴合脚型。除了能彰显舒适度的编织工法之外，团队也针对年轻族群的喜好，善用丝线的特性，在鞋面上打造出点、线、面的 3D 立体变化，藉由设计师个别的巧思，赋予每双鞋不同的灵魂。我们做了很多混纺的东西，混纺东西也是目前一般很多鞋子，尤其是帆布鞋，他们所做不到的东西。那每一双鞋做出来，它都有自己的个性，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强调说要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那我们就是为了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们去让每一双鞋子都有自己的灵魂在，这样你就不会一直不会跟它撞鞋，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针对各项流行元素及色彩上做努力，让每个人更能穿出自己的个性或是风格，营造出高品质又年轻的品牌形象。不管是都会休闲或是运动健身，每一种鞋款都能展现使用者重视穿着与展现自我性格的高雅品味。进到我们的店里面，其实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鞋子，我们有一般的运动鞋，也有我们也有休闲鞋，我们也有女生的娃娃鞋这样子。那当然我一直强调说，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以做最接近袜子的鞋子。那所以我们目前主打的几个款式，就是我们有低筒的娃娃鞋，就是真的是以像袜子的形体，然后再就是再稍微加高它的筒型，然后甚至可以加鞋带，哦，这也是一般鞋子比较做不到的新东西。然后再就更高筒了，像 boxer 这种感觉，所以这种都是目前我们在主打的款式。靠着鲜艳大胆的鞋面设计，团队已经强烈展现出想要吸引年轻客户的企图心。透过质感十足的形象广告以及各项活动曝光，希望将自身品牌升值于年轻族群之中，编织鞋也能成为时尚潮流的代名词。要把这些年轻族群更拉近我们品牌一点。那还有我们参加有一些也是有艺人他们去主办的，像比如说犀利趴这种展览，然后当音乐盛会，可是相对的它也是一些支持一些台湾自己的原创的品牌去做这些推广。那这些活动我们都有参加，等于说我们真的是把台湾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往国际去推，往国际去带动。走出我们自己的一条路。从一开始的不被看好，到如今的引领市场潮流，一双 MIT 的编织鞋改变了大多数对于台湾鞋业的刻板印象。
未来团队也将寻找海外拓点机会，期许将台湾品牌与技术更加的发扬光大，打造出台湾真正的设计实力。